聊塑身心健康，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保持顺畅的呼吸，不憋气。那如果你不习惯用鼻子呼吸的人，自然呼吸也可以。准备好你的垫子，我们一起运动吧。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来开启你的身体。那等一下的动作呢，节奏可能会稍微的快一点点，如果你不习惯的话，用你自己的速度配合自己的呼吸来做也可以。我们从暖身开始，将身体呢来到山洗的站姿，两只手掌心朝向前方，手指撑开，吸气往上，吐气前弯，先小小的就好，手大概来到小腿或是膝盖的位置，吸气向上提，吐气前弯，向上，再向下，往上提高，再往下，深呼吸，吐气，很好，我们再做几个，接着让身体停留在底下，双手帮我放在地板上，手指尖撑着就好，两个脚跟轻轻的往上提，再向下踩，向上，向下，向上，向下，稍微停留一下，膝盖小小的向下蹲，让我们的大腿开始用力，很好，脚跟先踩下来，重心向后，我们来到椅式，手掌心帮我朝向天花板，身体稍微提高一点点，下一个吸气，双脚伸直90度的身体，吐气椅式，臀部向后，胸口抬高，吸气向前90度，头顶继续向前，手指尖持续向后，让你的身体往前后的方向互相延展，弯曲膝盖，再伸直你的双脚，吐气，吸气，最后一趟，吐气，吸气，让身体慢慢的带上来。接着我们要换一下手咯，我们让手掌心翻过来朝向后方，那我们跟刚才做一样的动作，感受一下你的身体能量上的改变，手臂向后延展，吐气让我们前弯下来，吸气向上提，吐气前弯，吸气往上，吐气放下来，你会发现戴上这个手的动作，你的上半身尤其是身体的前侧会伸展得更多，向上到最高，吐气放松，最后一趟，停留在椅式，重心向前送，膝盖伸直，吐气式，往前延伸，吸气，吐气式，最后一个延伸，吐气，双手向上提高，合掌来到胸前，手臂向上提，我们做一个半式，吐气前弯，手掌心撑好了，双脚大步向后，重心往前延展，吸气，吐气，身体落下，向上提，上拳，双脚踩下拳，将两只脚轮流往上抬，吸气右脚，吐气放松，吸气左脚，吐气放松，来回做几个，向上到最高，再放下来，最高，再落下，最后一趟，将两只脚走进来，靠近我们的身体，膝盖弯，手扶着脚，让身体回来。接着呢，我们要做一个流动的三角式，我们先把脚摆好，将右脚的脚尖打开来，双手撑开来，背先向上提高了，吐气，让身体向下，慢慢的先做一次哦，右手向上，
臀部推回来的同时，将左脚点在前方，伸展侧面的身体，再次脚向下踩，回到三角式，我们轮流做咯。吸气向上，吐气三角式，吸气向上，吐气三角式，往上提，再往下，向上，再向下，向上，再向下。如果你不确定你的髋有没有跟着移动的话，你可以用左手帮忙，往前的时候左手稍微推一下你的髋关节，回到三角式的时候左手带一下，把你的髋关节带回来，向上提，再向下，向上，向下。我们做最后一个，准备停留在三角式，双手向上延展，背往上提，胸口打开，再慢慢的把右手带上来，经过中间我们准备换边，右脚扣，左脚开，一样我们先来到三角式，左手往上，你的髋往你的左边去，右脚点地，延伸侧面的身体，轮流咯。三角式，脚点前方，侧面延展，三角式，侧面，每一次向上提的时候吸气，如果你已经掌握到重心，掌握到动作了，你可以带上你的脖子，手向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上面，三角式，看向地板，向上，向下，向上，向下。我们做最后两个，上下，一样你可以用手帮忙推一下，带一下，推一下，带一下，准备要停留咯。右脚踩好，右手向上提高，胸口打开来，把髋关节再往前送一点点，很好，让身体回到中间，双脚的脚尖向外打开，膝盖微弯，两只手我们环抱住自己，吸气大字形延展，吐气抱住自己，吸气延展，吐气抱住自己，吸气延展。除了手之外，你的胸口向内收，背向后推，腹部内收，腰再向后，把臀部再往前多一点点，最后一趟，准备停留，先抱住自己，任何一只手在上方都行，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晃一晃，摇一摇，动一动，再慢慢的向上，力量走到我们的末梢，每一个手指间，吐气放松下来，让身体转一个方向，右脚弯曲，左脚伸直，我们来到弓箭步，两只手你可以放在大腿的上方或者放开来，我们把重心稍微向前，手往前延展，吐气放松，吸气延伸，吐气放松，吸气，吐气，最后一趟，吸气，吐气，将手先轻轻的放下来，我们在地上换脚，左脚往前，右脚往后，后方的脚脚跟离地，首先找到你的大腿，带着身体起来，双手掌心朝后，重心向前，吸气，吐气，上半身上提，放松，上提，放松，最后两趟，上下，上下，手轻轻的放下来，膝盖跪回来，我们回到宽脚的婴儿式，
将双脚打开来，大概是垫子的宽度，小腿收，臀部向后坐在脚跟的上面，身体放松，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你的呼吸。让身体慢慢的回来，先让双脚呢轻松的坐下来，把右脚向前伸直，左脚弯曲，脚掌来到你的大腿内侧，手臂向上，吐气前弯，让身体稍微停留一下。这个前弯的动作呢，你想象你的身体像盖印章一样，我们的印泥呢是你的身体印章的本身，那我们的脚或是地板就是纸张，那你要把这个印章盖得很完整，所以两边的力量要平均，不能只倒向一边。同时我们可以顺着呼吸吐气，这样身体往下，把我们的印章再盖得深一点点。很好，两只手呢先找到了你的脚，再慢慢回来，相反边，另外一边，左脚伸直，右脚弯，先把背向上提高了，身体再向前，一样的印章要平均的力量。那如果你是做来回的，吐气往下，吸气再往上的话，记得每一次下来你的身体手的位置几乎都在相同的地方，那每一次两边的力量也要相同。再一个吐气，吸气，吐气，要稍微停留一下。首先找到你的脚，再把身体送回来，双脚弯曲，两个膝盖打开，放松活动一下。接着我们要把这个菱形呢稍微拉长一点，脚掌跟脚掌对好，两个小腿向前，双手向前，把臀部再向后，吐一口气，头轻轻的放松下来，让我们的额头或者是你想的是后脑勺的位置尽量去靠近我们的脚后跟，或者往脚跟的方向延展就好。那我们的臀部呢要尽量的向下坐，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脊椎一节一节的都拉开来。很好，让身体回到中间，再次双脚弯曲，大腿放松，活动一下。我们让脚呢靠近你的身体，刚才是延展，现在是拉进来，脚跟对到身体的中心线，背向上提，吐气，身体向下，两个手肘自然放松，悬空，脚小腿或是地板都行。我们做两个深呼吸，吐气，吸气，吐气，将身体慢慢的回来。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做完刚才的练习，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瑜伽的练习不只是体位法，也就是我们的动作而已。如果你没有时间练习动作的话，记得只做呼吸的练习也是会有效果的哦。每天播出一点点的时间，留给你自己，留给我们的身体吧。谢谢收看，要健康就运动。